凉拌金钱肚，爽口嫩滑，肥厚有嚼劲，是必备的下酒菜。金钱肚是牛的四个胃之一，也是吃起来最有口感的部位。所需要的食材有金钱肚、辣椒粉、生抽、醋、八角、花椒、冰糖、胡椒粉、桂叶。先把洗净的金钱肚放入锅中，倒入冷水，加入少量的花椒和八角，大火煮，这是为了将附着在金钱肚上的脏东西煮出来。10分钟后，将金钱肚取出，准备一锅开水，放入金钱肚，再加入少量的冰糖、花椒、八角、桂叶和胡椒粉，盖上锅盖，转小火焖煮。1小时后，取出金钱肚，切去翘起来的筋，然后将金钱肚切成小段，加上少许生抽，辣椒粉、胡椒粉、醋，搅拌均匀，就可以食用啦。爽弹醇香的凉拌金钱肚，配上冰镇啤酒，与三五知己一起享用，真是畅快啊！